井，竖画，逆风起笔向右下方斜行笔，横在与竖画相连，横画不要太粗，中间这个横画左右不连，先写这个长横，最长横的蚕头燕尾，中间要稍微细一点，顿一下，向右上方斜的，往下面压，再慢慢把笔提起来，注意这个地方往上面拱形拱的比较多，要稍微细一点，蚕头燕尾要就粗，细的变化。再写中间这个撇，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竖画，与这个竖的这样的弧啊，这个弧的角度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横连到左边的竖的笔画上，上面是左右不连，形成了一个对比，竖画要短，有粗到细，再写两点。这两点尽量往上面靠，把下面空间要留出来，形成了上紧下松，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。那我们看一下，也有宽窄的对比，突出这个长横管，先写点，微微向左下方斜行笔，再写左边的点，注意这个弧度，上面粗，下面细，打这个地方往上面提，再往下面去。两个这样成弧形，相对要向下垂直，横尽量往上面靠，里面这两个横不要写太长，要短一点，撇注意与横画相连的比较结实，这叫实的实连。我们看一下竖弯钩，注意向右下方慢慢把笔提起来，注意转折的地方开始向右下方由细到粗，到这边再慢慢把笔提起来，蹲，第一行要稍微细一点，中间约成弧形，横画要向上拱一点，所以这个往左下方短一点，这个弯钩，所以收笔，这个提跟楷书不一样，这个相对要平，尽量往上面靠，与这个笔画离得近一点，反文旁，横画在撇画中间偏下，撇，所以这个撇的形状往上回，然后捺笔，捺笔的话尽量往上面起，起笔向右下方，对，边行边按，突出捺笔由轻到重，这个横画起笔在撇的中间偏下，这个撇在横画中间偏左，晃，所以两先写两边的点火字，
再写中间这个撇，向下垂直，然后再写捺笔，我们看一下右边的话，这个撇写成一个小点，横里面的横画要短一点，左右不相连，竖画在横画中间要垂直，这个横我们看一下，向上燕尾，这个拱形比较明显，这些横画拱的不太明显，注意收这边放，突出这个笔画，这个跟它高低错位，它要拖住这个捺笔，应该是火字应该是往左上方靠。Thank you.